我们要体验扬州的第二把刀，就是剃头刀。剃头刀，这是一家百年老店吗？紫罗兰，里面全是白发苍苍的老爷爷。对，大师级的剃头理念。可惜我今天犯了一个很大的错，我把我的胡子给刮了。本来我想修真的是啊，所以今天你要不要洗个头？洗个头。今天我们陆姐要洗个头，然后还有踩个耳，要踩个耳，体验一下扬州的三把刀。让扬州的大师傅用他颤抖的双手，温柔颤抖的双手，给陆姐有韵律的洗这个头。现在让我们去感受一下第二把刀的魔力吧。走了，走吧，走吧。露露感觉怎么样？耳朵突然都明亮了。有没有亮？他这个还要给我的见面，我已经不是我自己了，这是人反哥。听说你这还要一刻钟。要一刻钟吗？我是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了。对，轻了十几岁。我是木乃伊房主出的。那好美啊！好了。我看，哇！你年轻了好多啊！我的天哪！你有点像推销卖卡的小姑娘呀、啊。住这个行当住多少年了？住了六十七年。住六十七年？你今年几岁啊？八十啊。41年。你住六十七年？十三岁就开始做这个？十五岁开始做这个？做了六十七年啊？这个师傅做了40多年。41年。那从几岁开始？八零年。啊，师傅你几岁啊？我啊，59。59有多少？59以上。18岁，18岁15岁，60多了，然后就一直在做这个行当。房子不动，手腕动。房子房子不动，手腕动。房子不动，手腕动。膀子不动。哎，这前面再走一分钟就到了，叫扬州御史。到前面。扬州御史。就在这里。哦，好的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走了，拜拜。啊，再见。我东西传你一下。啊，好，拜拜。马上要体会修脚刀了，今天一天我三把刀都要体会到了。不是，喂，来扬州也是被安排的明明白白。被安排明白的，我们只要但凡流露出一点意思，扬州当地人就马上告诉，哎，你往前走，百年老店，百年的、那个好吃，你快去那吃。啊、吃走吧，去洗脚，洗头啊，洗脚。没走几步路啊，我们俩就到了扬州御史，当地人亲建的御史。然后抬头一看，又是百年老店。1928年的百年老店。但是1928年经过这一天多的游历啊，1928年在我们眼里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数字。对，基本都期待的。对。但是前面我们去了好几个御史嘛，都是只能男人进不能女人进。这个御史，哎，这个水。这个店当地人说是男女都可以在里面弄的，不要打着爷爷去洗澡。所以我们为了我们的撸姐，我们今天就来了一下扬州御史。对，我们来去泡个脚，牵个脚，体验一下扬州的修脚刀。今天第三把刀修脚刀就来在这一刻。又有水，我也是来洗澡的，我是洗的这个露天的澡。哎呦，一脸的水。走吧，跟我们去看看修脚刀是什么样子吧。好的。躺下来，我还要躺下来，快躺下来！哦，你们住过？我没住过，扬州的。
叫刮脚是吧？嗯，刮死皮，刮死皮，我有死皮吗？有，这么年轻就有死皮了，是连心都死了呀？死皮是老师的。我感觉我就像就是菜场里的那个猪，你知道吧？他把你宰了之后给你退猪毛，再给你刮猪毛，你感觉我感觉我就是那个猪脚爪在被刮毛的那个感觉。我是佩奇。就像一个病人一样的，你什么情况啊？感觉怎么样？很舒服是吧？哇，我这辈子从来没说我的记忆是不是遍地雪白？你的搓澡搓的？是那个师傅说他是专业搓你的，他说我是他搓过最多的，搓痕迹最多的。搓完之后，你以为就是我身心如夜了吗？真的是身心如夜，但是我跟你讲，身心如夜格局小了。然后下一个你又我搓完之后，我再世为人，我跟你说，真的就完全就觉得不一样了。这样的扬州人的日子太好过了，扬州人的日常。所以真的，如果在江浙沪周边，我觉得就买张火车票到扬州来玩一天都就也够了。好地方，真的。好地方，待一天到两天，我觉得就够了。经常来，蛮好玩的。我们为扬州打 call。你看，像我们现在已经舒坦了，我们接下来就要去吃。我现在优越感，我现在优越感要比露露强，我跟你讲，因为我是洗过澡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是洗过澡、搓过澡的，我是在世为人了，我现在是，你知道吗？你看我这小脸美着，我这身子轻着，我这皮肤白着，对吧？我这个脚烫着，只是比我多搓了一个澡而已。哎、我跟你讲，多搓一个澡，这个层次就比它格局要高一层。你搓一个澡，怎么搓出优越感了？那是。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。哎，今天你就见到了。你看现在舒坦了，我们接下来就要去。舒坦了，接下去我就要去怡园吃一个拆烩鲢鱼头。期待一下，期待一下。其实刚刚泡完澡之后我饿了，我其实本来不饿的，澡泡完了我饿了。你饿了？饿了。你也饿了？迫不及待的要去吃拆烩鲢鱼头。那我们就怡园见了，拜拜。拜拜。我们因为昨天的那个泉水没有拍到，然后今天为了那个泉水，我们早上不吃早饭了，先过去拍那个泉水。那个早上不能，只能让男人进，不让女人进。所以今天在没有人的情况下，我们带着露露去看一下男人的澡堂是长什么样子的。走走走。你有没有发现他是没有跟衣服的？没有啊。衣服放哪里？看到没？你往上看，他们所有的衣服都掉到天上了，你普通人是够不着的。然后他们有专人按照你的牌子，然后把这个衣服挂上去再收下来，这样也起到了一个防盗的作用。你根本就够不着，很神奇吧？有一个老爷爷拿一个很长很长的纸袋，挂起来，神奇吧？你们叫擦衣杆是吧？衣衣哎呀，就这样擦一下。擦棍啊，擦棍，就这样擦一下。嗯。我们在手机上的豆渣啊。嗯，就贵重物品放这里好了，也蛮保险的，又够不着。干净吗？这干净肯定很多年了。对啊。啊，这个年龄长了，这年龄比我年龄长。这干净比你年龄还长。这干净包浆了呀，摸上去很爽的。很滑的。是。抛光了一下，抛光了。像白色抛光一样的。这手机给你抓的。得多少岁了？这杆子啊，反正最少十几二十年了吧。嗯，不止。这杆子肯定比你，搞不好比你还大。我还没来呢，就是真的。比我年纪多大的杆子？这个是雅座，但是我第一次看到还有提供茶杯。梅兰芳，他们来就是个雅座，这个雅兰芳。梅兰芳都来这里泡过澡啊？躺一躺，泡杯茶，练练嗓子，好像状态好一点。这个听最好的，这是最好的，最好。这个厅最少只有十张床铺，其他的都几十张的。里边还有一个，里边还有一个。这个厅是最雅最好的。
相当可以。